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包哥。现在我是在越南省，这里是河口县。包哥一直是跑在越南的农村。今天包哥要干一件大事，取了3万人民币，啊，取了3万人民币。这个准备找一个老婆。包哥很长时间没有找到喜欢我的人，包括越南胡志明的丽丽，他家要了太多，包哥也没办法，是吧？我预约了这么多钱，准备到越南真的找一个喜欢我的人。包哥也是单身一个人，比较嫉妒。不管怎么说，好多的粉丝还是喜欢包哥的。我要去做一件大事，看能不能找到我喜欢我的、爱我的。我也是想了很多，成立一个家庭，也是包哥几年当中需要的梦想，也花了不少的精力去做我喜欢我的事，好吗？这么一点钱也不算什么，包哥如果好的话，在越南帮人家造个房子也好，对吧？年纪大了养老也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包哥也可以在国内去找一个我喜欢的人。好了，废话也不多说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